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不识武林豪杰梦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莫非你就是传说当中的你什么你啊？我，我什么我？他，他什么他呀？好好说话。好，嗯，情况如何呀？情况非常好，你看一下，千家万户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，大家都在准备迎接2016年新年的到来。那先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只希望那几户重灾户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岔子。可不可以不要提那几户？就因为他们那几户，我们三个月出勤100多次。是，你说他们是不是按照婚姻当中100个不能做再过日子？但是我好像听说这本书有重新的修订版。住口！有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？面向观察员请注意，前方有十级预警，会员威全数领先的特卖榜单，唯品威提示您启用 A 方案，即刻出发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啊，我头疼，啊，我浑身都疼。鲁毅，我陪不了你，你自己去吧。走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舒服，你自己去啊。要不要过年了？要。啊，明天啊，就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哎呀，像新年倒计时这种，我们还当节日过呀？你别最后一天还惹我不开心啊！我是说，明天就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，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哼，是啊，咱俩这一年啊，内讧外斗，披荆斩棘，是应该好好纪念一下啊！哎呀，水清沙白。海天一色，满眼的帅哥和美女，真是一个最佳的旅游胜地啊！哎呀，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你？是啊，我也想要胜利啊！你打我干嘛呀？什么胜利啊？圣地啊！天了，进了杰儿，罗本进了。老婆，我没有白培养你，你现在身上具有足球宝贝的潜质。背个头啊，背个好，就要这种冲劲儿，你可以当拳击手。啊！非常好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随着守门员的一声哨响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虽然双方的队员都已经精疲力尽，但是拿下对手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。Yes! 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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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宽边太阳帽，沙滩凹造型，三大神器。老公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？我们应该把空调打开。打什么空调啊？我这不是怕你冻着感冒吗？好，好，现在红方大力进攻，蓝方拦截有效。好。老公，如果觉得这里寒冷呢，我们还可以去温暖的地方，去抗抗寒。我知道了，你想去泡温泉，对不对？泡什么温泉呢？我可不想在温泉池子里过1周年纪念日，我要潜水，我要度假，感受沙滩。这个度假村都能满足你啊！啊，你看，我们泡泡温泉，坐坐马杀鸡，啊，泡泡桑拿，一起打打扑克，嗨嗨皮皮的，不是挺好吗？我算是看透了，你就是一个不在乎我的抠门大爷！你不是我怎么了？哎，老婆，裁判一脚将球开出，全场的比赛结束了，比分定格在了3-1，红方反超，赢得了比赛。还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了，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！哼哼，小鬼，
听话，交出来吧。交什么？你们是谁啊？哼哼哼哼，我们是你的压力。快把东西交出来。交什么？小鬼，快交出来。交什么？交出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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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交出来。哎呦喂，宝贝，你怎么了？宝贝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一直做噩梦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哎，终于从小朋友的梦里面跑出来了。小朋友们现在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嗯，我不要做他们的羊。嗯嗯，那我不要做他们的力。嗯嗯，七岁可怕，现实更残酷。啊，玩睡觉吧。丫头，你醒醒，来起来，快起来，跟妈妈讲讲好不好？你到底做了什么噩梦？对啊，你跟我们说一说。嗯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就是上学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，叫做2015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同学们都完成了，就我没有完成。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，我有压力了。作文一直是你的强项啊。也别提了，我现在的外号叫做脱稿李天王。爸爸帮你。你帮我写啊？想得美，等着。你让我抄一篇了，你像什么呢你？我是说咱们找一个范文可以参考一下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植树，你也植过树啊？我和爸爸的植树节。嗯。那天您在哪儿啊？植树节我……哎呀，您别想了。那天你本来答应好陪我去植树的，结果呢，跑去被客户植树。哎，这个吧，你看。记一次难忘的全家远足，这个可以吧？哦，这让我想起了暑假的全家旅行。出发前一天，您突然说要去加班，结果呢，计划不得不取消。乱七八糟，都是因为你们忙忙忙，害得我这一年中连一件有意义的事都想不起来。我看这篇作文永远也完成不了。哎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你先说啊。哎，孩子，不要再睡了，作业还没做完呢。是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赶紧起来写作文啊！哎，人间的青草地，只要浇水，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。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播到东南西北。怎么来这么贵的餐厅啊？小米，嗯，为了今天，再贵的都值得。今天，这位小姐您好，这份蛋糕是这位先生特意为您。哎呀，怎么弄得跟电影里似的哈？戒指，小米，戒指。其实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不，我先说，你说。小米，啊，什么？我升职了，你是不是得替我开心？小米，我升职了。哎，你看那边，还有过生日，你看呢？你怎么不开心呢？你把我叫到这么贵的餐厅里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你升职啊？对呀。蛋糕里没戒指？没有啊。那你跪下干嘛？我捡叉子。行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根本就不是认真的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以为你今天来跟我求婚。小敏，行，从今天起咱俩就算了吧。小敏，你误会我了，不是我不想求婚，只不过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小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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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。小敏，哎，先生，您好，
啊，去把账结一下，谢谢。我不管了，你是我俩媒人，我要是没有行李，我就不活了。放心啊，为了我们家的手指，我也不能让你们分手。我，我不是不跟他求婚，你想我挣那点工资，我交完房租水电，我剩什么了？我人家小敏不是那种势利的姑娘。他要不要是他的事儿，但是我不能不给，我不能让小敏委屈了他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看看他们都丑成什么样了，比我都幸福。不看了，不看了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给你策划一场既浪漫又省钱的求婚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一定给你策划一场既浪漫又省钱的求婚。行。都怪你加班上瘾，对女儿的事一点都不关心。嗨，你还让不让我们这些好男人活呀？我那会儿事业不顺利，天天不上班。你说我精英的身子负男的命，我现在好容易事业有起色了，天天加班。你要说我不顾家，那还得是咱俩的，你为什么不管呀？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，你就应该多管。你还是妈妈的小棉袄呢，你管得更直接。你就一句话，管不管吧？什么叫我管不管啊？向来是你让我管我就管，你不让我管我哪敢管？哎，你脑袋里是浆糊啊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哎，你现在可不能打我，现在我这脑袋可是我们单位的重要资料库，是金贵的。哎呀，我这暴脾气！就还手啊！咋呀？还手啊？时间啊？武力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。咋呀？咋？猪队友！马上去找外援。离新的一年只剩下不到12个小时了，可是我们连一个任务都没有完成啊。哎，我不想在今年最后一天执行任务还留下遗憾呢。这样吧，这一票算你的。人呢？算你的。你可来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西西觉得我们俩不关心她，正闹别扭呢。你快跟我们说说去。放心吧，书生一出马，药到病除。西西，我舅妈你来了。怎么了，西西？爸妈惹你不开心了？小舅妈，你别给我提他们，一提他们我就心绞痛。小舅妈吧，有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想拉着你一起做，但是看你心情不好，算了算了。哎，小舅妈，我年轻扛得住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吗？小舅妈呀，正在给别人策划一场求婚，正缺一个现场演奏钢琴的高手。求婚？哇塞，太浪漫了！弹钢琴嘛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少了一个翻谱子的人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事儿必须得妈妈来啊，妈妈来。哎，天真来了。啊，姐夫。你说这么大的场面，没个拍照片的怎么行？要是连张照片都没有，那这婚不就白求啦？呀，我可真弄不了这个，我。年会我还得主持呢，你想让女儿一辈子不理你吗？哎，行行，我拍，我现在就给你拍，来，兄弟，哎，爸爸，你要提前把摄像机准备好，那我天天练。
小舅妈，嗯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妈妈，嗯，你趁早把谱子看看。好嘞。行了，亚丽，你们也赶紧消失吧。哎呀，终于不用再做压力了。程宇，哎，衣服、鞋啊。我手机干嘛？网上银行转账啊。我觉得你这个呀，啊，你有点冲动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冲动是魔鬼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旅游不舍得花钱，帮强子你也不舍得花钱，你哎，行了，你什么余额376？哎，哦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我真的不是你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有没有黄的？金色。先生，这个可以有。把这小彩旗挂上。你好。来喽，金子来了，金子来了，来来。哎，行吧，没问题。你好。哎呦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电话也不接。姐，你看见子晨了吗？还说呢，子晨说你把家里钱全花光了，他要跟你离婚。不是那样的，我把钱给他买纪念日礼物了。那你快找他解释去啊。那好吧，啊，我先走。哎，来了没有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快躲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来来来，小敏，你可算来了你！哎呀，子晨，强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强子自从跟你分手之后啊，伤心欲绝，正买醉了，谁说也不听。那我以为他不想跟我结婚呢，他想给你更好的生活，对自己又没信心，他心里只有你。那我去看看，去吧。이지못해널향한내마음 I love you, I need you. 너에게하고픈말小敏，我永远都在，而你在我心里，是你让我明白什么是真爱。我会去努力，让你幸福一辈子。小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把鼻涕流我身上？没事没事没事啊。老婆，这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储蓄卡里钱全都没有的原因。亲爱的，我拿我银行卡里所有的存款买了一辆你之前跟我说你最喜欢的汽车。明天呢，我就带你去兜风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
这一年的陪伴，纪念日快乐，亲爱的。合张影，一二啊！啊！真棒！求婚成功了！我现在知道了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不是干了一件事，而是我们能在一起。嗯，以后我们一定多花时间陪你啊。嗯，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惊喜，但是每天我见到你们都是我最大的惊喜。嗯，来来来，我爱你们，我也爱你们。婚姻当中有矛盾有争吵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爱。爱与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感谢您收看这三个月陪伴了您由唯品会冠名播出的《恋家游》，同时别忘了今晚的八点，唯品会 APP 特卖专场依然等你去抢。我是恋家观察员张鲁一，我是恋家观察员马可。嗨，帅哥，到了，还执行任务呢？嗨。还嘚啵呢，忍了你们三个月了，嘚啵没完没了。大哥大姐，我们是隐形人，你们应该看不到的。啊，什么看不到？白天偷听我们讲话，晚上偷看我们睡觉觉。我们有隐形眼镜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感谢你们的帮助。谢谢。别吵了，新年倒计时快开始了。哦，都过来。预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就是忧伤。